你好，我是玛利亚，我们累了，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给我的家人，很大的惊喜，谢谢老公。我们今天先去订哈，然后你看玛利亚的新鞋子哈，新鞋子3000的了，有点大倒是没关系。然后我们一口气买了两双，这个是断码的，亚美尼亚鞋子真的很贵哈，很贵，我看都是荷花池的那种感觉，对，都要卖200-300人民币。对，我觉得像我们中国人哈，有一个优势，可能平常我们在中国生活中感觉不到哈，就是我们能享受到全世界最便宜、质量最好的一手中国货。但是这个东西你到了国外之后，哇，就相当的觉得跑不脱哈，受不了。然后等会儿我们去商店的时候哈，朋友们就会感到哇，在国内怎么这么便宜的东西，在这儿要卖这么恐怖的天价哈？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对当地人来说是相当高的了，受不了。看到大哥的兄弟没有？白色款哈，好激动。今天运气这么好，那么好，人家在充电哈，过来瞧一眼。哦哟，你呀，你这个怎么穿？哇，好帅啊！在这儿发现一个友军哈，俄罗斯的车牌。玛利亚说应该是有钱人哈，眼镜都是奢侈品。但是这里写的亚美尼亚。倒爷。倒爷，每个字这个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吃什么东西？我现在在学习吃披萨哈。这里一共多少钱？60块钱，像我的鞋子一样的。60块钱，我和玛利亚在国内吃什么不好？我可以吃好多东西哦，羊头，我想吃羊头了，还可以啊，可以吧。但是你经常吃你就受不了了，想吃辣的。我也是。前面就是相当于我们以前的国美电器哈，现在应该国美电器都不在了，里面就是我们的制造业的强项哈 ，LG、三星，哪个是我们的？我们的。海尔哈，问一下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就在这边采访一下工作人员。As his profession, how is China right now? It's not now, but I'm working now.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here.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here.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here.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here.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here.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here.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here.Ստումը ոչ թե լավը չեն ապտրել, լավը չեն վերել, ես դրա համար ապտես կարտատիկ է ամերպելնի, էժանն են վերել եստը, ու բնականը պարոշտան գիտեմ են տեղ սնց մի քանի նույն ապրանքը, մի քանի որակ են սարվել, բարդը մեջին ու լավը է։哦，55寸的小米啊，这个什么型号啊？对电视不太了解啊。But my neck is me that's not a Xiaomi. Ah. Zefch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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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suggests we buy China gun or not? Korean օրինակ Samsung-ն է, բայց տարբեր երկրներում են հավաքում, օրինակ դալիս է Եգիպտոսից ու Վիետնամից. But it's really China gun, չէ՞։ Մակո China gun, հենց ինքը առաջին է օրակով։ Oh. So as you say this. Ուրեմն մենք էս ենք ընտրում։这个价格朋友们应该比我更知道哈，我对电视不太了解。朋友们看，就这个型号哈，55寸，60赫兹。Put the television on the wall。300块钱。这么多钱哈！现在朋友们知道生活在我们自己国家的优势了，哪怕是我们和当地人一样的挣3000人民币哈，但是实际上你能存下来的钱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享受的生活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严格来说，他们当地人想要享受到和我们国内人一样的生活品质啊，起码他们的工资必须要翻倍才行。But this is not China gun. 啊，真的不是。荷兰制造哈，他将就了。爸爸，China gun去吧。China gun去。啊 ，love love。Merci shot。最好的女婿。最好的丈母娘和老丈人。最好的姐姐和姐夫，最好的一家人都拿给我遇到了。你看这些烧水壶哈，这个海尔的500块钱一个，这个300块钱，这个也400多块钱。这烧水壶都要卖这么贵吗？我们在中国50块钱买个品牌货，杠杠的。所有朋友们知道这边的生活压力真的很大。就在中国的生活那么幸福。对，你知道哈。对。谢谢你们一家人哈，对我那么照顾。谢谢你乖乖，谢谢，还有谢谢妈妈爸爸。朋友们哈，我出来的时候忍不住搜了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你可能是电视机同款的一个价格哈。我的天，我们花成4000多块钱哈。4000多。朋友们现在知道我们生活在国内的幸福了吧？买了很多好吃，今天晚上吃火锅。然后我们先放到大哥里面哈。对的。然后我们就提我们的大彩电。开心。看看大哥装得下不？哦，可以啊。你多看去。五块钱，对。有时候想一下，他们也很不容易。对。然后他们可能买这个电视要一个月的工资，那我们就肯定用不到一个月的工资。都在看，你看那个。老板，你
我都快去当不了招了。谢谢帅哥，谢谢谢谢谢谢。嗯哼，他们都不知道，一点点也不知道。先找个咔咔果果先停起来，对，要让他们发现。哇，老公你在哪儿？你放你放。在这儿。新年快乐！好大，我的天哪！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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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已经知道你很贤惠了。跟着 left or right left 待会儿，他说他记得在中国是跳舞，对，看阿姨跳舞这样。阿姨谢谢谢谢。你看老丈人在看什么？最好老丈人复习一下哈，在重庆吃火锅。哇，好香哟！真的好贵，50块钱。你在新疆看火锅吧？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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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们两个人，你看聪明聪明，钱很多。我们有谁不有啥？哇！谢谢，八姐，谢谢张姑娘。
你看 ，He never used the fork， 专业。重庆的哈，重庆的，对。我感觉我好久没喝中国白酒，还是有点想喝中国白酒。Drago，Liz， 倒酒，又去哪儿？丈母娘好酒好菜伺候人。哇，我感觉贵的是不是？他电商搞第三档啊，电商口。加得很，现在 no， 新年好，祝福大家新年好，大家都我们家，祝福大家新年好。